你这这么多车，这么多人呢，多他一个不多吧？是，那个我能问一下，他因为什么事儿进去的吗？故意伤害，打架，把人给伤了。但他现在老实了，在里面改造的不错，提前半年放的。不是，辉哥，真不是我不帮忙，他，老蔡，我从来不求人，你是知道的。他出来自己找了不少工作，都被拒了。可他总得吃饭吧，况且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的，他车开得不错，又是本地人，我就想起你来了。不是，可咱们这是服务行业呀。当初他是我抓进去的，你放心，不会给你添乱。那我再考虑考虑。这么着啊，他以后要有什么事儿，我替他兜着，你找我。辉哥，我信得着你，要是没有你，也没有今天的我。既然你给他担保了，这人我要了。行，谢谢啊，谢谢老三。哎，谢谢啊，刘振言，走。人家要你了。辉哥，我谢谢你，我替我全家都谢谢你。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干，别给我惹事儿，听见没有？我在刑警队的时候，他曾经是我的点子。95年，南城区的棚户区拆迁，开发商雇了一群流氓殴打钉子户，领头的就是这个董虎。这事儿是我处理的，我亲手抓的他。等他放出来以后，就跟了一个叫耿二东的人干个体户。因为这个董虎在南城区人头熟，我就发展他成了我的点子。后来他给我们刑警队提供过一些线索，帮过一些忙。那你们的关系应该不错呀。谈不上，耿二东死了以后他就不跟我们合作了，我跟他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照你这么说，你们也有10几20年没联系了。差不多。那为什么他会在紧急关头想到给你打电话？那你得问他去呀，我哪知道啊。徐国柱同志，请注意你的言辞。那我再问你，你和董虎有没有私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经济往来？你想说什么呀？你是想说我包庇他？我告诉你们，我是警察，他是流氓，我跟他不同路，而且我也瞧不上他这样的人，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我会包庇他。谢春宝潜逃境外这事儿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谢春宝潜逃，你们最应该调查的人是谁呀？郑光明啊。你去问他了吗？他怎么说的呀？我倒是想知道谢春宝为什么离开市局之后就连夜出国了，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我再问你，在这之前你跟郑光明有没有谈论过关于谢春宝和聚力实业的事情？当然没有，我都不知道他当了谢春宝的代理律师。我跟郑光明彼此之间从来不谈工作，毕竟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律师，瓜田李下，容易让人误会。对了，你们看了谢春宝的笔录了吗？当然看了。看了就好，说说吧，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发现谢春宝的笔录结束得非常草率和仓促，对不对？对，这是个问题。这事儿就有意思了，我是在经侦队政委楚东阳的手艺下才迅速结束对谢春宝的询问的。楚政委说这个郑光明要去投诉我们，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命令我马上截了笔录并且放人。笔录你也看了，应该知道当时就差一口气这个谢春宝就交代了。没办法，楚政委的命令我得执行啊。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去问过楚东阳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还没有。你看这事儿他是第一责任人，你们为什么不去问他？这小李，你不能被他带了节奏啊。别按照他的思路来，明白吗？你好好问他。你们拿我这老光棍开心是吧？徐国柱同志，我们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你问我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女朋友，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好，那我换一种方式问你。董秀华，女，年龄38岁，住在南城区小宽巷28号。你认识她吗？太过分了，吓不吓死？这个董秀华和董虎是亲戚，我们必须了解清楚情况，请你回答我。回答个屁，我问你是谁在我背后扎针让你们查我的，是经侦队的楚东阳还是禁毒队的大孙？你现在无权向我发问，少跟我这装大尾巴狼。
我干警察的时候你还吃奶呢。徐国柱，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们就没法谈了，我们只能采取下一步措施。下一步措施，好，来，我等着你。潘叔，据我们了解，之前您申请过辞职，并且让郑光明替您找工作，有这事儿吧？有这事儿又怎么了？这跟谢春宝的案子有关系吗？那你跟这律师交情挺深啊。跟我交情深的律师多了，我是政法大学毕业的，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当了律师，交情都不浅，你们可以挨个去查呀。潘江海，你这可就扯远了。我觉得扯得一点都不远。你作为一名一线的警察，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抛家舍业一心办案，在背后却有人举报你。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不但不帮你解释，反而把你带到这个破地方，拿你当嫌疑人一样审问。我问你，如果换作是你，你心里难受不难受？你愤怒不愤怒？潘叔，您消消火。这回我消不了。小李，差不多得了。潘江海这种人你不能跟他硬扛，让他签字吧。潘叔，咱们今天的问话就先到这儿，您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您就签个字。另外您最近不要离开本市，是保持通话畅通，我们有什么事儿还得请您过来。潘叔，躲开。楚东阳、林楠，包括郭局，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就跟我明着来，用不着跟我玩这套。我知道谢春宝跑了，如果不是你们阻拦，他跑得了吗？我一直是一个堂堂正正干事的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忍气吞声，但今天这事儿我忍不了了。徐国柱，平安市局民警，在接受纪委询问期间拒不配合，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禁闭处理。好好反省反省吧。我倒是不怕他们查，可是关键这段时间他们不让我离开平安。知道了，关键时刻从来都指望不上你，我早就习惯了。咱俩结婚了二十年，你这句话我听了二十年。行了，我回家收拾东西去了，明儿还赶路呢。老爸，你哭了？没有，老爸困了，打了个哈欠，一打哈欠呢，这就流眼泪了。啊，我也流眼泪了。老爸，妈妈说明天我们要去金海看病，
金海那边医院呀，设备好。你这点小病呢，一去，马上就能治好。那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才好好照顾自己，要按时吃饭，早点睡，别熬夜。嘿，你个小家伙，还管起老爸来了。我可是认真的，你生活能力那么差，我不放心你，当然妈妈也不放心你。哎，老爸听话。你也要听话啊。嗯。不早了，睡觉吧。三天禁闭，这么严重啊？坐下来说吧。哦，我们两个过来也是想了解一些有关于他的情况，希望你能配合我们。配合，我肯定配合。你和徐国柱是什么时候怎么认识的？哎呦，这说起来话长了。怎么还记录啊？哦，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您放心，笔录内容我们会严格保密的。哦。那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想想啊，那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儿了。说出来不怕您笑话，那是个英雄救美的故事，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能说说具体情况吗？那时候我技校刚毕业，董虎呢在南城摆摊做生意，我就去跟他管管账。当会计？哦，不是，会计什么的我根本就不懂。就是每天帮他记记账，后来等我不知道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那个人就要找他报复，找不着他就找着我，后来就把我给绑了。那再后来呢，就是大棍子，啊，那个徐国柱把我给救出来了。那个时候徐国柱应该还在刑警队吧？啊，对，在刑警队。他和董虎是什么关系？董虎其实没有特别详细的跟我讲过具体情况，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董虎向徐国柱反映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帮他找找人什么的。直到后来，董虎的老大葛尔东被徐国柱给击毙了，董虎就开始特别害怕警察，再也不跟警察打交道了。徐国柱对董虎其实挺看不上的，他一再跟我说让我少跟他接触，但是我这个人吧，心软，而且我觉得我跟董虎再怎么说也算是远房亲戚。董虎这个人头脑简单，其实没什么太坏的心眼儿。他有事找我呢，我就想着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为了这事儿，徐国柱没少跟我急眼。那你现在和徐国柱是什么关系啊？朋友关系。什么朋友？一般朋友。好，谢谢你的配合。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过来再找你询问的。好，随时都可以。哦，对了，您稍等一下啊。这是徐国柱的降压药，他每天都要吃，麻烦您转交给他。好，我们会转交给他的。哎，谢谢啊。等等。徐国柱是怎么说的？啊？我跟他是什么关系？等他出来，你自己问他吧。潘师傅，这么早？老陈，你这茶不咋地嘛，没有我那高沫香啊。有事儿，潘师傅。我是看你闲的没事儿，找俩小年轻跟我这儿逗咳嗽，我才来给你找点事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你问我什么意思？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一线辛辛苦苦的办案，这么多年了，家里人不理解，亲朋好友不理解，社会上群众不理解，我们都忍了。到了，连自己的战友都给我们穿小鞋使绊子。邢山达，你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吧？对，这是我们的工作。潘叔，你也应该知道。 只要有人检举，我们就要去查，把事情查清楚也就没事了。既然要查我，我没有意见，但就一条，能不能稍微缓缓？这恐怕不行，这是纪律。行，姓沈的，开始跟我在这讲纪律了啊！当年你也是从预审出来的，咱们俩谁不知道谁呀？现在你当官了，纪委副书记，牛了。 就开始跟我打起官腔了，老潘，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是啊，我知道党纪国法，咱们都是警察嘛，但咱们都是人呢，最起码的人情世故得讲点吧。别老跟我在这说官话，我就问你一句，咱们俩还有没有点情分在了？有情分，但是不能掺和到工作里。行。 姓沈的，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茬确实不好。就要检票了，有乘坐包一二四七次列车的旅客，请。啊，我来了。来，抱住我啊，肯定啊，记住听妈妈的话啊，配合医生治疗，知道吗？嗯，爸，那我叮嘱你的事，您也要记得。 今天就开始戒烟了，棒棒。爷俩嘀咕什么呢？秘密。老婆，我安排那帮朋友来接站，等到那儿之后给我发个平安的消息。嗯。还有，别舍不得花钱，给婷婷选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药。用你说啊。需要用钱了，跟我说。 我来想办法。你也照顾好自己啊！走了。婷婷。好几次想跟你说说关于过去的事，三十以后会年如日，苍老就一下子。 还以为老去对于我，婷婷，算不上大事。你和我两个一辈子，爸，您特像个哲学家。还是你懂我，妈，我支持爸爸，警察这份工作更有意义。当当当当，怎么样，好看吗？好看。盼望你长大，害怕你长大，拦住时间再多留。 也许陪伴啊，没有更好的方法，哪怕是张望你在的天涯。盼望你长大，害怕你长大，外面世界难免会疲乏。 什么慌里慌张的？您赶紧去禁闭室看看吧。禁闭室？怎么了？西师傅，你何必要这样呢？我就这样，我待着挺好。那就让他待着，别出来了。北头，你凑什么热闹？偷窥听说，关禁闭还关上瘾来了你？他们不是要查我吗？让他们查呀，我就待这儿，我哪儿都不去，让你们查。刚才就跟你说了。 你的情况我们都查清楚了，你现在就可以回原岗位。我不回去，回派出所坐办公室多没劲啊！
在这儿多好啊，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干，还有人送饭。你们接着查，我干警察快30年了，都查一遍，别有疏漏。崔师傅，你帮我劝劝。你们先出去。知道为什么查你吗？看我不顺眼呗。我就知道他们早就想拿我开刀。现在有个很重要的案子，关系到夏静怡。静怡怎么了？是关于地荣宝的，这事儿咱们仨不能不管吧？那当然，他们查你也是为了给后边的行动扫除隐患。你先具体跟我说说静怡什么情况。上我那儿跟你细说。我跟你没完。潘师傅，乔德胜，我问你答，老实告诉我，是谁举报的我？潘师傅，您知道我不能说。我问你，是不是省厅的陈阳？不是，我就负责咱们局里这块儿。市局的人，那就是楚东阳喽。我不能说，您就别问了。林楠，我真不能说。郭局，不是，难道是崔铁军？潘师傅，您别逼我犯错误。真是崔铁军，潘叔，您就别瞎猜了。我，小子，知道测谎仪吗？我干了20多年预审，我就是一台活的测谎仪。刚才你的反应已经给了我答案。潘叔，我可什么都没说。告诉我，崔铁军为什么要让你们来查我？为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能说。潘叔，您就饶了我吧。崔铁军。真让你在里头多待些日子，你舒服啊？我就不给他们台阶下。哎，喷子，我正想找你呢，来，喝水。干什么啊，喷子？你被查了吧？我也被查了，他没有。怎么回事？琢磨吧。贝头。是你，对，就是他让纪委查了咱俩。为什么呀？我是为了你们俩好。我去你的大背头，为我们好！你那套我还不了解吗？我还不知道你吗？你知道我经受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喷子，关键时刻你能背后捅我一刀，喷子，你听他说。喷子，你误会了，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你们俩的清白。扯淡！崔铁军，你要用别人的手段来证明我的清白，你这是对我一种侮辱。背头，这话你都说得出来啊？我是搞预审的，人跟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欺骗、肮脏、龌龊，我几乎每天都在看。我一直以为，人跟人之间最珍贵的是信任。就算有一天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了，至少还有你们俩。但是北头，我真没想到，你他妈真是好样的。这人跟人之间要是连信任都没有了，那还聊什么呀？啊？什么三叉戟，什么把后背交给对方，都是狗屁。北头，这么多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向着你的。你看错我了，我也看错你了。你今天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年了，他大背头从来都是挖坑让别人跳，他自己什么时候跳过呀？你少在边上拱火，我还就拱火了。怎么着，背头，你这就是不讲道义。幸亏你是干警察了，
你要不当警察，你这种人在社会上根本就混不下去。你少跟我拿那个社会上一套跟我说事儿。我是警察，不是你社会上那帮混混朋友。我有我的职责。哼，彭子，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谁都不信，我只信一样，我信法律。你少在那跟我扯那些大道理，什么法律呀、忠诚啊，讲这些我比你能说。别忘了，我就是靠这张嘴吃饭的。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住一切。不论是审讯台前还是审讯台后，我都以为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错了，我什么也掌控不了，我什么也控制不住，我连我自己的生活我都控制不住。日出千言，不损自杀。我每天说一万句话，我就是希望生活可以按照我选择的方向走。但我没想到生活给我开了一个玩笑，我根本把握不了生活。我现在精疲力尽，无能为力。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大喷子，我不是八面玲珑，也不是左右逢源。崔铁军，我不是为你激动，我是在为我自己难过。说完了吗？说完了，让我说两句。没完。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不藏着掖着。你知道我说的道义是什么吗？是德行，是品性。人与人之间没有法律契约的关系，这是咱们的传统文化。要是你连这都不懂，你就寸步难行，你还办什么案子呀？没错，我们是警察，警察就没有道和义啊。那嫌疑人抽出刀的那一刻，有多少理由可以不往上冲啊？你跑着跑着假装摔倒了，你蹲下系个鞋带，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啊。可在那个时候，你冲上去的就是警察，你不冲上去，你就不配当警察。咱警察就是拿命往上冲，把老百姓挡在身后。老夏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就是在那一刻，老夏他冲上去了。行了，什么道义信任，你们以为我不懂吗？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警察，警察最应该相信什么？法律、证据。我知道你们俩一直对我有看法，我们金针办案子就是要剔除一切人为因素，不能相信任何人。有时候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搞了这么多年的金针，搞了这么多案子，什么没见过？为了钱，兄弟反目，夫妻散伙，连亲娘老子都能不认，这时候你跟他谈道义、谈信任、谈人情，管用吗？法律就是黑白之间的一道墙，我们警察就是砌墙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们所说的人情道义，这堵墙就千疮百孔，这社会就乱套了。现在丁荣宝被举报，我们都信任靳怡，那就不查了。这次纪委讯问你们俩也是，是因为我想让你们俩一起参与这个案子，毕竟事关靳怡。如果我不信任你们俩，我就不带你们玩。别的我也不说了，就一句话，这个案子，你们干不干？现在不是干不干的问题。是我不跟你干了，你自己玩去吧。
鬼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自个儿掂量掂量。甜甜啊，要勇敢啊！爸爸相信你，一定行的。嗯，爸爸，你吃饭了吗？爸爸吃过了。你呢？今天晚上早点睡啊。等你好了，爸爸再给你打电话。嗯，亲爸爸一下。拜拜。近日来，地荣宝兑付危机持续。地荣宝常务副总裁赵凯表示，目前公司投资项目运转良好，并已于12月20号发布了基本的兑付方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平台出借用户的合法权益。怎么样啊？不打紧吧？别忘了把药吃了啊。没事儿。说得轻松，谁难受谁知道啊？就是啊，最近又在破什么大案子呢吧？昨天回来，这手也破了，人也蔫了。问你怎么回事，你也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火呀。不说拉倒，这样吧，回头我给你熬点鸡汤，好好补补啊。把药吃了，再睡会儿。你怎么出来了？你光拿水不拿药，这个屁就是。你自己不是也能起来吗？你都在床上躺了一天了，下地活动活动挺好。是，给您添麻烦了，张主任。您又在忙什么国家大事呢？别跟我说话啊，我正在算王姐他们第几期能兑付呢。他们兑付，你操什么心呢？哎呦，你就别提了，现在这地荣宝啊，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来找我，搞得我就跟地荣宝的编外会计一样。谁叫你那会儿瞎张罗呢？什么叫瞎张罗？你重新说。得得，你是好心，热心肠，行了吧？这还差不多。
喂，王姐。什么？哎呀，你们怎么能跑到那儿去闹呢？我跟你们说，闹也没有用啊。我现在不是在家给你们算账的吗？王姐，你告诉大家，一定要冷静，听见没有？好，好，好，就这样。哎呀，狄荣宝又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现在兑付的人多吗？需要大家排队，就是分几期付给他们。他们感觉就好像人家不给他们钱一样，大惊小怪的。他们还让我找静怡，说是加三儿让把他们的钱先付出来。你说我能做这种事儿吗？这不是明摆着开后门吗？好，现在又跑到地荣宝去闹了。哎，我刚劝他们几句吧，就觉得好像我跟地荣宝串通好了一样，搞得我呀里外不是人。哎呦，我的钱已经到半年了啊，现在还说要排队，我家里急等着用钱呢，这可是我和老伴的养老钱呢啊，现在说不让取了。我回来啦。哎，干嘛不开灯啊？啊，都这么晚了。啊，终于回来了。嗯，静怡。嗯。我有些话想问你。什么话？干嘛那么严肃啊？前几天我给你的资料，你给赵凯看了吗？他怎么说的？给了。我跟你说，你的那些资料都是伪造的，你别那么容易相信别人了。他是这么跟你说的？你确定那些资料都是假的？你什么意思啊？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我给你的那些资料都是真实可信的。好啊，那你说说看，那些资料都是谁给你的？这我不能说。这怎么就不能说了？你不是说真实可信吗？我答应过别人不能说出来。那我凭什么相信你？我跟你说，这几天我们出去考察了我们投资的公司，那几家公司运营的都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我想跟你们一起去考察的还有媒体和领导吧？是啊，怎么了？那些都是赵凯的表面文章。我查了，地荣宝投资的很多公司才成立不到半年，甚至有几家公司才成立一个月。那新盟想呢？新盟想不也刚成立吗？我们不是照样投了吗？哎呀，这不一样。这怎么就不一样了？好奇怪啊，为什么别的公司就可以，就你的公司不一样啊？静怡，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跟你分析啊。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地荣宝，你看你们公司到现在成立也就一年不到的时间吧，从最初的兑现15天延期到一个月，到现在的半年，是不是资金链出了什么问题？很多 P2P 公司暴雷前期也就是这个征兆。而且你名义上是 CEO， 可是公司的投资项目全都是赵凯来负责，你不觉得很蹊跷吗？而且你刚从国外毕业回来，这才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地荣宝怎么敢让你来当这个 CEO 呢？够了，崔斌，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只是在怀疑啊。怀疑什么？我问你，你是不是怀疑我跟赵凯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不是怀疑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靠赵凯得来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晚上我喝醉的事情耿耿于怀？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女孩子稍微有一点成就就要被怀疑这怀疑那的？我在国外学了3年的金融学，我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毕业之后回来我就配在大街上风吹日晒的卖保险啊？别人怀疑我就算了，我忍了，但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崔斌，我对你太失望了。哎，静怡，静怡，你听我说，我不是在怀疑你，我是在关心你啊。一旦地荣宝出了什么问题，你是要负责任的，我是替你着想，关心你啊。关心我？你是在关心我？我在外面考察的这3天，你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我工作顺不顺心，你怎么不关心我？
我这么晚回来，我有没有吃饭？你怎么不关心我？我每天穿高跟鞋，我的脚磨破了，你怎么不关心我？我一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累了，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还在这里不停地审问我，还打着关心的旗号，我要的不是这种关心。你知道上一次这样关心我的人是谁吗？是你爸，徐叔叔还有潘叔叔。就因为公司给我配了辆车，就因为我住到了比较好一点的公寓，他们就怀疑我是不是加入了卖淫团伙，很荒唐是不是？我记得你不也说很荒唐吗？为什么你现在变得跟他们一样，打着关心的旗号来去伤害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给善良一个结局，给自己。